咱我的李高核心一手工包就被看他一有买那个包。Hello， 老贝你好。好，你好。老贝啊，你要来改了啊？你叫买鬼菌包嘞？啊，我每一天普通天就每天都有卖差不多两三种的包啊，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招牌啦，枕头包，还有肉包、叉烧包啊。其他的就星期三我们有卖那个扣肉包，我们星期六以及星期天会做祖传的米糕，有原味以及可以涂牛油盖亚。老板啊，你这是第几代了嘞？你这家？啊，我是第三代的传人了。这边包啊，跟公司几类 start 没？啊，我们早上十一点就开始了。你们叫接订单吗？有啊，我们每次都有接订单的。订单接了得付款就只有 OK 的。我们接订单就直接接订单了，然后到时候他们来拿的时候才现金付款啊。老板娘，你要来改了啦，你家是弄点点白包没？我们这边最主要的就是招牌的包咯，枕头包咯，这个是祖传的，是我们二条路福州包。好嘞，感谢你啊，老板。喂，老嗨，今日都也高哦，也得咯。